们来宜兰玩，今天的午餐是状元谷仓，壮维吧。好，这家好像很有名哦，里面非常的古色古香。不要再下单了。雾雾的感觉哦，请问一下这个怎么卖？哦，不好意思，我以为是他这边有卖这些复古的小吃，哎，好有趣哦。这有布刀，好帅哦！这边有提供给小朋友玩的，请确认弹珠为15颗，每次50，通通有奖。